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2022年的12月21号，礼拜三。好，现在我都有穿外套，所以不会被爷爷骂了。哈？哎，刘永嫂，刘永嫂还妹哟。爷爷说有傻环妹要给我吃，太感谢了。哎、欸，啊，烤的掌声，你怎样吼？队长，那坑的就好啊啦，那坑的那无重要，那坑的就好啊啦。啊，那哎，你刚才掌烤的声啊，你怎样不？有啊，人家够看。人家够看真啊。人家又扶我的手了。啊！奶奶是我的手兵，还无见你坑的好啊！哎，谢谢。啊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那、啊、你把那个翻那个环妹要给我吃，谢谢。养车男。好好好。奶奶、啊、你要穿个小，你穿小就好啊！我较无差，我少年啊，光光无差。好。啊，把应该先哭。